好啦，咁第一样嘢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新加坡。新加坡佢哋真系犀利喎，呢个新思维。嗱，咁佢哋而家当然系一直都系搞紧佢哋嗰个樟宜机场嘅改建工程啦。咁咧，嗱，佢哋嗰个机场咧好得意嘅，佢哋咧就好多个航站嘅，即系 terminal。咁其实咧，佢而家咧就将会喺第五个航站啊。咁其实呢个樟宜机场当然系喺世界上咧都系大家都觉得好正嘅一个机场嚟嘅吓。咁、第五个航站楼咧，而家佢又有新工作咧，就系佢嘅设计咧又改过。咁咧佢点样改咧？嗱，呢个真系佢嘅新思维嚟嘅。嗱，佢哋而家咧就喺度做紧一样嘢咧，就系、是、可以令到呢、這个。第五个航站楼咧，就可以喺疫情期间可以继续运作，同埋咧就系可以调整嗰、那个容量，嗰、那个吞吐量。咁坚坚系啊系啊，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咧喺礼拜日嘅时候咧就讲咗一啲计划出嚟嘅。咁啲细节咧，其实我哋当然有啲唔清楚啦，因为佢。讲话里面有好多嘢嘅，咁而家咧就仔细分析一下佢讲过啲乜嘢。嗱，咁佢咧就话咧，从长远嚟睇咧，由于我哋呢个地区嘅中产阶级咧就迅速扩大，咁航空旅行咧就会持续增长嘅。咁啊，李显龙咧就话系重新设计咗 T5， 咁咧就令到佢更加有弹性。咁咧就可以喺新冠疫情或者其他疫情流行嘅时候咧，就更安全咁、更灵活咁样营运，咁更轻松地扩大同埋缩小营运规模。咁咧就将乘客同唔同嘅航班隔离，咁就限制或者减少呢个交叉感染。啊，佢呢个系有脑嘅做法嚟嘅。嗱，咁究竟香港有冇做到咧？咁我當然唔敢講啦。嗱，即係我哋之前都有建議過一啲嘢嘅，就係、是、做翻一啲嗰啲叫做健康疫站。係啦，即係健康疫站，但係當然特區政府冇啦嚇。即係嗱，好老實講，有人話我哋盲撐特區政府，其實我哋從來都冇，我哋講親都係實事求是嘅啫。政府唔做，我哋都希望當然政府係做翻多啲嘢，尤其是係鞏固翻香港。呢、这个航空枢纽嘅地位，但系而家其实差唔多已经系输咗噶啦，因为新加坡咧而家佢哋嗰个营运咧就差唔多系同疫情前系差唔多嘅，而家系好犀利噶啦，佢哋其实就咁，当然佢哋有付出代价啦，佢哋付出嘅代价咧就系佢哋新冠每日都死几廿人啦，啊，而家冇办法噶啦，咁但当然我吓、你讲，大马 Sir， 喂，我上次。去新加坡旅行的時候咧，途經呢個新加坡樟宜機場都我都相當驚嘅。點解咧？因為嗰陣時有新加坡親友同我講咧，世界各國嘅人都喺嗰機場嗰度上落嘅。係啊，佢哋開放咗就俾全世界嘅人都去啦，咁好大機會。如果其中一啲人唔守規矩嘅話，你睇唔曬噶嘛？咁多人，咁大嘅地方，你都有我都會有機會領一領嘢嘅喎。係啊，呢、這個冇辦法嘅，呢、這個係、這個。但係佢，但係我最驚嘅嘢咧，就係我係喺新加坡機場嗰度食咗一個堂食，佢先同我講。咁呢個冇辦法。我小弟都吉人天相。啊！吉人天相四个字啊，嗱，好咁唔紧要啦，即系翻翻嚟咧，就当然头先我讲话几廿友，其实系错讲错咗嘅，因为咧，佢最劲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八月二号嘅时候放出嚟嘅数据咧，就呢、这个就系新冠嘅死亡咧，就系22个，呢、这个系顶峰噶啦，咁其实其他日子咧就唔系死好多嘅，咁但系其实系咪啲数据准确咧？当然好多人都有问号啦，因为澳洲、新西蘭嗰啲數字咧，就死得人多過新加坡好多嘅。咁你哋澳紐比較多人啊嘛，人口
哦，唔係，我哋新西蘭係少人過呢個新加坡喎，新加坡多人過我哋呢度喎，係啊。咁我哋呢度每日咧係死十幾友嘅，十幾廿友嘅呢度係，係日日都係咁啊，每日都報出嚟十幾廿友嘅。咁所以好奇怪啦嚇。咁當然有啲人就話：，誒唔敢唔係嘅。咁新加坡可能天氣暖啲咧，就冇咁死咁多人啦咁樣。咁但係有啲人我哋唔清楚，應該冇關係嘅，因為我哋呢度好 Q 凍啊嘛。即係而家其實就而家係冬天嚟嘅。咁冬天就再加埋疊加埋感冒啊，同埋其他即係病毒嘅感染。咁當然即係有啲人就話嗰個危險程度會高好多啦。咁我唔識啊呢啲就嗱，但係新加坡佢哋嗰個思維咧，我覺得係正確嘅。即係佢哋就可以令到個機場多啲彈性啊，同埋隔離啲唔同航班嘅人，咁交叉感染咪減少咗咯。其實以前張儀咧就好衰嘅，即係我記得咧張儀咧就係連出境入境咧啲人都撈埋嘅。以前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係咁噶。咁好似我對上一次去佢哋都係咁嘅，出入境嗰啲人係有啲情況下可以撈埋一齊嘅。幾多年前啊？唔記得啦，都好多年前，一八年好似。哦、oh, okay. ，我谂住你更加耐之前，仲未起新机场嘅时候。哦，咁啊唔系，咁张仪就好耐噶啦。其实张仪呢个机场好耐，咁佢啲航站楼咧好立乱嘅。其实我就觉得，不过嗱，有啲人就觉得冇所谓啦。吓、啊，咁嗱，其实香港嘅运力咧，其实而家系差过新加坡好多嘅，因为新加坡而家其实佢嘅限制系基本上系冇嘅。佢同埋新加坡而家諗緊咧，就取消喺室內環境佩戴口罩嘅規定，即係基本上咧就係唔理噶啦，有啲嘢係啊。咁當然新加坡佢哋呢啲咁嘅設計，梗係我覺得係即係一個新啲嘅思維啦嚇、啊。其實有其他機場都有諗嘅，即係將啲乘客隔離開一啲啊。咁但係全世界大部分的機場咧都冇佢哋咁即係雄心勃勃嘅。點解話冇佢哋咁雄心勃勃？其實大家都睇唔透咧，之後究竟嗰個航空旅行嘅情況咧，會唔會恢復翻去疫情前咁樣？其實啲人估唔到嘅，而家係咁新加坡佢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一直咧都係好努力嘅，就都係想保持翻嗰個領先地位。咁。在東南亞地區一直都是領先的，即就算你不計香港也好，其實它 一路以來呢新加坡都是領先的，這個航空樞紐的地位。為什麼它要這樣做？其實它有一條產業鏈在這裡，一條產業鏈在這裡，它有做煉油廠，其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當然是做大那個運輸業啦、啊、即是令到所有人都在那裡入油的、啊新加坡其實在這一樣東西上面都是挺成功的。在亞洲地區當然有一些超大規模的煉油廠就新投入建設的。那些新的煉油廠呢那個成本效益呢就會好過新加坡。但是新加坡它有個地點的優勢。沒錯，因為它其實某程度上它那裡是必經之路來的。是啊。啊，還有呢當那個燃油價格是貴的時候呢，即係舉個例子，嗰啲運嘢嗰啲船咧，其實佢係中途咧，可以喺新加坡嗰度咧就再入一入油先，再繼續佢哋嘅行程嘅。咁樣佢哋即係嗰個成隻船嗰個載重咧就可以減少啲，因為咧如果你一開始入起點就即刻入油去到終點嘅話咧，咁其實中間咧就有啲情況咧就係結果係用多咗油。新加坡而家其實佢係幾有優勢嘅呢一樣嘢，到而家都係。不過呢個都係我都係聽嗰啲做海運嗰啲人講，究竟點樣操作咧？我具體操作我係唔識嘅，呢、這個我都要講翻先。我都係聽人講啦。嗱咁而家佢哋呢個五號航站樓咧，即係 T5 咧，好大嘅。其實就咁咧，其實就喺 T1 同 T4 嘅對面。其實佢之前咧已經話會起嘅啦。其實個設計搞咗好耐啦。如果我冇記錯咧。呢啲嘢講咗好多年嘅啦，佢哋。不過咧，佢就係因為疫情咧，就改咗個設計。咁咧就係嗰個通風咧，又會加強嘅嚇。同埋咧，仲有啲操作咧，就係會可以減少嗰個控制塔嘅工作嘅。譬如舉個例子咧，就係嗰啲登機橋咧，就係用嚟激光嚟制度嘅嚇。即咩激光制度咧？即係。激光中穿梭，
係啊，將你來鎖。咁嗱，佢架飛機拍埋咗之後咧，咁嗰條登機橋咧就會自己走埋去只機門嗰度，就唔使揾人手夾搞啦，變咗係。哇，好先進喎、哦！咁樣慳咗好多人手喎、哦，正喎、哦。係啊，係啊，同埋即係卸載行李嘅車咧，又係自動嘅，即係而家佢會諗啲咁嘅嘢。哦，咁、事實上咧，嗱、這、呢個阿李顯龍講嘅，佢哋咧就喺度起緊一個新嘅樟宜機場。嗱、咁喺新加坡嘅運輸部咧，佢都出咗份聲明嘅。咁呢、這個航站樓嘅設計咧，就可以令到樟宜咧，嗱、譬如嗱、你嗰個疫情啦嚇，咁啊少咗班機，咁咧佢就可以令到咧嗰個航站樓嘅規模咧縮小嘅。即係好似一個即係子母床咁樣啊！即係嗱，譬如啲子母床咁樣，其實可以本來係將一兩張牀可以拼埋最大咧，咁跟住咧佢就可以扣起一張牀啊，縮埋變細啲嘅。咁同埋咧啲空間咧可以轉換做測試或者隔離高風險乘客嘅用途嘅。哦，嚇，同埋佢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設計咧就改好多，即係所有嘢都唔使用手撳嘅變咗。非觸式設計，全部都變咗非觸式設計。咁同埋嗰個通風系統就會加強。咁就當然係吸好多新鮮空氣入去個航站樓嗰度啦。咁啊，避免嗰個空氣咧就喺度撈下撈下咁樣。嗯。嗱，咁而家新加坡嘅講法咧，就係佢哋兩年之內咧就會開始起呢個 T5 啦。但係我記得幾年前咧，佢哋已經講 T5 呢一樣嘢噶啦。咁而家就話兩年內會搞啦，咁新加坡當然亦都做咗一啲政策，其實佢令到咧新加坡嘅機場咧就更加有吸引力嘅嚇。咁、新航亦都即係改造咗佢哋嗰個即係叫做咩貴賓廳嚇、即係做貴賓廳乞衣嘅人咧就非常開心，即係我以前都成日做貴賓廳乞衣嘅。有咩好嘢咧？佢就話咧，就會有即係新嘅休息室啦，咁啊私人休息空間啦，同埋有得沖涼啦。其實沖涼嗰度咧，其實喺新加坡有個問題嘅。嗱，我自己就去過唔同航空公司嘅貴賓廳喺新加坡度，咁但係啲即係沖涼嘅地方，每一個航空公司嚟講咧，都係比較少嘅。咁而家咧就佢就加強咗呢一方面嘅服務，都有加入呢個防疫抗疫嘅標準嗰啲嘢啦，係嘛？我又不清楚喎，呢、這個五月的時候他哋做的呢、這個就是用了5000万新加坡紙去做，呢、這個應該單純是新加坡航空嘅啫。咁究竟有冇、有冇係防疫，我不知道啊。咁同埋咧就可以有一度咧就可以睇到飛機嘅，咁咧就係飲 cocktail 嘅，俾人飲雞尾酒嘅。咁仲有咧之後啦，一個月咧就會有。應該是9月的時候就會開了，有一個5层玻璃的拱頂，咁、咧就有個室內瀑布咁樣嘅。喂，咪好似而家 Jewels 嗰度咁樣？嗱，如果咁應該就係而家開咗啦，呢、這個就係、是、應該係6月嗰度已經開咗啦。如果係咁嘅話就，我因為我唔知啊、其實嗱佢你睇下上次我去新加坡嗰啲即係行街片都有嗰度。我有拍咗嗰度嘅片啊，即系一个大瀑布咁样喺中心嗰度流落嚟，都几靓嘅。上边仲有一个空中花园咁样，好多绿化嘅嘢喺上边嘅。嗱、咁我呢个就当然我系唔知啦，即系佢五月嘅时候佢就升级改造嘅，但系一个月就搞咗咁多嘢咁样，咁佢都几劲。嗱，咁我唔知道要搞几耐啦吓，咁、当然即系而家仲有计划咧，就会开翻即系关闭咗嘅航站楼嘅，因为咧而家新加坡嗰、那个即系旅行需求咧就超过预期啊。咁另外新加坡政府就话佢嗰新航站楼咧就会用几百亿美元嘅。咁同埋而家仲有一个叫做樟宜东部发展计划，咁佢咧就会搞一个三跑系统。啊，仲有隧道同埋地下基礎設施嘅建設，仲有一個工業區。嗯，咁所以好犀利嘅呢個。啊，咁頭先我講嗰度都係 Jewel， 但係我唔知道佢開咗啊，知唔知啊？我見到有相，但我唔知道佢係開咗嘅。啊 ，OK 啦，唔緊要啦，呢個翻翻嚟繼續講啦。咁呢個5号航站樓咧，李顯龍咧就話咧，將會成為所有新
加坡人都可以引以為傲，同埋可以大家都可以享受嘅地方。呢、這個 T5 呢個航站樓咧，就會展示新加坡係點嘅地方嚇、啊。你講，佢冇講錯啊，因為而家就算係 Jewels 嗰度，好多人啲年輕男女啦，週末嘅時候都去嗰度拍拖、食翻餐、行下嘅喎，因為好少你喺其他地方都好少聽到人嚟週末，喂，我哋去機場嗰度拍下拖咯，飲下咖啡，好少咁噶嘛。係啊，嗰度有得購物，那個、有得食呢個 high tea， 相當過癮噶。都要新加坡配合至得嘅，即係新加坡其實政府佢配合，因為嗱你搭地鐵去新加坡機場咧，其實佢嘅費用都係好平嘅。即係同香港係唔同嘅，香港機鐵咧就分明即係啄到你一頸血噶嘛。咁但係你喺新加坡任何一個地鐵站搭車去新加坡機場咧，都係好平嘅。搭呢、這個地鐵嘅話，同埋佢又冇限制你攞太多行李嘅，佢應該攞兩個夾都 OK 嘅。如果我記得就攞兩個夾再一個大袋，因為佢咧個限制咧就好似係一個平方一個立方米。佢嗰個行李嘅量係一個立方米，咁其實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都好夠啊，咁我咪坐地鐵去咯，咁我哋自己都試過一次坐地鐵去啦，咁但係嗱當然行去地鐵站就好 Q 辛苦啦，即係新加坡嗰啲地方太熱啊嘛，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唔錯啊，佢哋嘅嗰啲規劃啊相當好嘅，喺嗰啲屋苑啊祖屋嗰度啊。每一個出口咧，佢都有搭嗰啲可以擋雨嘅棚啊，盡量令到你喺屋苑行出嚟，去到地鐵站或者巴士站，唔需要淋到雨嘅。係啊，非常好呢、這個，除非你另外即係行嗰啲奇奇怪怪嘅路線，咁就冇得講啦。或者一啲真係近大路嗰啲就冇得講啦。新加坡唔錯，即係呢個地方係。嗱，我唔係叫人移民去新加坡啊，但係即係當然有朋友就有朋友就叫過我去搞，即係幫做新加坡移民嗰啲嘢，但我唔做噶啦，即係一定要講翻啊。咁所以香港而家都係好賴嘢，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香港真係唔係好妥其實。嗱之前咧。特区政府就用尽一切办法去保住航空业嘅，但系当然就俾嗰啲政棍又话咧外防输入又做得唔好啊，又闭环管理啊，乜乜物物咁样。咁而家咧啊，而家要点做啊？有啲人中意就话时移世易，应该而家叫佢快啲开、啊。而家系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其实你隔咗几个月啫嘛，你唔好同我讲时移世易。而家你讲紧嘅嘢都系几个月。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香港而家到而家。香港人嗰個接種疫苗嘅情況都係唔理想，其實大家都知道佢根本就唔理想，係個個都知噶啦，嗰、那個接種疫苗嘅情況唔理想。咁點解唔係叫大家去接種疫苗？唔係一早做咧？點解唔係一早做？係咪？嗱，咁何府就話新加坡好進取，咁當然新加坡係進取啦。咁新加坡其實一直都有個假想敵嘅就係香港嘅。香港其實的地理優勢如果做航空來說是好過新加坡，因為在香港呢其實就去很多地方呢都是一程機直飛都行的，但是新加坡的位置呢就沒有香港那麼好的、因為新加坡去航運會好一點，新加坡航運是好一點，因為航運 它是有優勢的、其實就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它航空呢，因為它始終那個位置呢都是某程度上是差一點，因為它飛過去北美和飛過去歐洲呢、那個、時間呢，譬如你大家都去倫敦的話呢，是新加坡去呢就遠過香港去一點的，譬如去紐約的話呢就香港直飛呢都是穩穩地的，但是新加坡呢就再穩一點，因為新加坡它剛剛呢就好像多了應該是多了一兩千公里咁樣，即係其實你多了一兩千公里咧，其實已經是兩個幾三個鐘噶啦。其實個情況就係咁，因為佢嗰個地理位置其實冇香港咁優越嘅，但係香港而家當然即係好多問題啦嚇、有排搞嚇。咁啊丁丁又話過咗兩個月都冇環境唔同曬，某啲人係咁諗，其實
是不同的，就是轉了特首而已。我轉了特首，即是轉了特首什麼都得，即是什麼都搞得掂。咁莫叫姐姐就香港好似回晒堂，香港个情况其实而家唔理想噶，同内地又通唔到，同外边通咧又有难度。嗱，之前咧其实特区政府都有啲嘢咧就同外边谂住通咗先，但你谂下究竟当时嗰啲人系点样讲嘅？嗰啲喺度搞政治嘅人系点样讲嘅？嗰阵时咧就话。喂，你有冇搞错？通外边唔通内地，呢啲系汉奸行为嘅，呢啲咁都讲得出嘅，嗰班人系非常大镬咁样。系啊，将佢提升到咁样嘅位置，咁梗系唔啱啦。嗱，咁啊 ，say 啲就系新加坡咧个好地方，但系我觉得就闷啲。其实新加坡其实几好嘅，吓、咁 Fred Wong 就新加坡移民都应该几难吓，其实就唔系。如果是金融財進的話，真的在金融業做的人其實一直移民新加坡都是沒有難度的，據我的了解是。還有、如果年紀方面比較年輕的、從事藝術創作的也都有優勢，因為他們非常缺、是嗎？很多 人才過了去。但是、其實新加坡這個地方呢，它有什麼不好呢？我自己就覺得冇咩唔好喎、即有啲人就覺得好悶，但我覺得冇咩唔好。你悶唔慣㗎嘛？佢可能覺得冇新加坡就冇香港咁多姿多彩，咁多嘢玩啦、其實新加坡嗰個城市建設咧，大部分嘢都係即係比睇起上嚟係好過香港嘅。咁但係啲人就唔係咁講啦，覺得即係香港咧。就比较五光十色一啲，多啲嘢玩，同埋咧，即系香港个风气比较自由一啲。咁但系而家有啲嘢倒转咗，其实啊，咁大镬，好难搞，所以就话，所以同之前好唔同噶啦。其实就好啦，咁 Line King 88咧就话啊，香港有啲人都系自私自利，冇公民责任。咁香港系咁，佢系新加坡啲人系咪好好咧？咁我都唔敢讲啊。咁烧咗两日。哪里会是个天堂就是新加坡，咁 check 尾就喺新加坡太热，咁好多网友都话新加坡太热啦，我都认为系嘅。惯咗就好啦，我就觉得，同埋新加坡其实佢哋整体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国家嚟嘅。佢规划好系嘛？你睇到佢嗰啲规划真系靓噶。系啊，我觉得唔好咧，其实就系、即系佢哋嗰个地方咧。就你要均分的嘛，啊，个个人都要均分的。我都有讲一节呢个嘢。系啊，你可以切，你都可以讲。唔系你因为佢啱啱立国之初啊，佢身边全部系啲大国嚟噶，大马又大过佢啦，仲有旁边一个虎视眈眈嘅印尼。佢就因为佢好小个国家，佢一定要建立自己嘅军事嘅力量啊。所以一定要全部男士啦，18岁就要服兵役啦。系啊，咁嗱，朱永新佢就话，即系新加坡嘅言论管控就比香港严重。嗱，咁其实新加坡嗰个言论管控系咪严重咧？系，佢系严重嘅，但系佢有个优点，就系佢。已經嚴重了一段時間了，大家呢知道那些紅線是在哪裡、yeah. 即是在香港那個難搞的地方呢、就是、其實有些紅線，你可能說我是黃友才這樣說，那些藍友不是這樣說，事實上你看回那個情況先、為什麼有些、黃藍友他明明兩邊都是說一樣的東西的，為什麼只是黃友會被人拉，藍友不被人拉的，所以這些紅線在哪裡，還有他那個執法那個定義是怎樣，其實有些東西我到現在都認為有些是不清晰的、即是你說、那愛國愛港就可以任他說，那這個就不行，因為立場的問題你可以任他說的話，那其實你即係整體嚟講咧，就唔啱數嘅。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如果佢大家都係做同一樣嘢，譬如大家都係煽惑啲人咧去憎恨特區政府或者憎恨特首噶啦，喂，應該咧就係、法律咧就係平等處理嘅，就唔可以話哦，佢話自己愛國愛港咧，佢亂插特首咧都啱嘅。啊，佢造謠生事都係啱，佢因為佢係愛國愛港咧，佢就可以造謠生事。你唔係愛國愛港咧，就唔能夠造謠。
即系如果造谣系有问题，就应该双方都系有问题，因为佢讲嘢都一样啊嘛。佢煽惑啲人去憎恨特首嘅，有啲人好明显噶，其实佢个行为系一致嘅，同啲网友系点解啲男 KOL 冇事嘅，仲有啲仲做咗议员嘅，啊点解嗰啲网友会濑晒嘢嘅，系咪先啊？嗱，所以就系讲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吓。讲到呢度差唔多，费事讲咁多，依家我又俾人闹噶啦，依家又有推订潮。好啦，咁啊，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讲其他话题。休息一阵先。